我一个一个来说明。啊，咱知影，伫封建帝制时代的中国，庶民无资格拜天啦。真正当拜天的时代，什么人会发展多高？有天书就是江西龙虎山吼，有天书开始。但是有天书说过去到北京天坛，迄、那个天普天上就无同，伊是一个珍贵一品，叫做牛皮啊，红烧天。所以伊名个叫做玉皇上帝。后来，那伊读册人伫拜这个天玉皇上帝，伊用这个乌龙茶的，就是电茶牌来做一个上顶。啊，当然所认同的天，不是珍贵的天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对真侪俗语，一旦去了解，有伊可爱一面。像阮人是天生第一样，千算万算，唔但是天一位。天是人，比如人是人之骨，哦，因缘天注定，唔是每人较了解。即个俗语讲咧，认同即个至高的天，哦，全观众讲是日子未到，唔是天理未到，哦，拢误认即个天。啊，其实这是道教的地。哦，庶民会当拜迄个天公，不过请咱记，迄个天甲帝王天无共，哦，无共，就到那边。因为这个因果，天所比作帝王话，来请下面一定换两面。这个天的帝王话，直接我们看出台湾人所拜的神啦，有哪影响台湾人的面大哩？足大，就是直接。咱已经民主人啊，咱已经改做民哦民主化，台湾人要来拜这个帝王的。帝王神的神，啊，这个帝王神的神哦，就无办法办。你的心态已经真歹民主化，啊，真歹民主化。你看这穿帝王哦，帝王的帽啊，帝王的衫，咱咧用冷气、用电脑伊啊咧，哦，卢比伊啊咧会好，比咱较凉哦。这应用潜意识应用咱的心态，真歹民主化。贪污为官，当然阿达阿达搞的，家己家己做。台湾的主人可能跟拜相是有关系啦，所以我真无介意哦，来一项一项来做这个强调。这个神不是专灵的，不是一心无心，而是多心无心，往白天的天空，不是专灵的神，所以伊需要真侪秘书甲部下来倒管理来下面。这个就是伊的祖上，倒边较大祖上叫做南道乾坤。你看道教用遐厉害，哦，像这八卦衣啊，啊，像八卦衣。南道助星，下面阁先北道助星，哦，后面呢？南道助星，北道助星，我咱看到用这来咧做管理人的生死，即咱去天公庙拢看会到，哦，即咱足熟悉。不过咱讲这是要记住，民间信仰道祖都上头影响足大，哦，是要控制。可能我讲较紧，无咱看袂完哦。不过我讲天不是 all night 话，不是一个专业的事。伊需要做做秘书来倒下手，来，这叫做三班大帝哦。这张相是非常古早啊。伊台湾之书店大片哦，用起三班大帝是咱所讲的三代公。上元天官赐福，中元地官下罪，下元水官解厄。上元的生日正月十五来吃一个元宵啊，啊，中元啊，就是庆祝中元七月十五。不是拜鬼哦，是咧庆祝的。下元水官解厄十月十五，哦，这拢有一天的生日。啊，神为什么神？那系拢十五生日，我讲迄是迄唔是真正生日啦，迄是一种过关礼仪的时间。咱知这上元十月十五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汉人、华人有一个迷信，就是讲。一三五七九，单数的时间拢无好，啊一半啊就卖十五，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个一半，就为一三五七啦，十五一半，过当年时间一半，这唔好，所以来学神做生意就过关啦，所以正有十五，啊来会过关，就是蛇一样、甲一样来过关，来团圆这个唔当一半，啊因为是一年第一个个月的这个团圆日会正有十五。上完天官赐福，所以伊所一只物仔就无同款咯，爱包鸭，特别大粒叫做元宵，就是这個原因。哎，啊，到过年开始，过年第一个月是七月嘛，包化冰，所以化为一半，
我那个爱，即马毋是食鱼啊哦，爱做红菇。红菇是一个长尾收的记号，用这个字，爱做红菇，做米菇，做花贵。哦，用安尼的桂冠，我中原地那下水生日就无代志啊，过半就袂得代志。来走月，就是这个下元水官的生日。哦，这种有一定的这个上限的。走月是一个完全的日，一半上班。啊，当然来代表，而且台南婚姻会对古历的十月开始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这两三是台南半年的婚姻会。四月看好，四月四感恩，无咧结婚；五差五也无咧嫁娶；啊，六是半年也无咧为着半年好；啊，七月是鬼月，过年鬼月哦，七月这唔好哦，这会娶一个鬼某哦。啊，八月对咱无好，八点八点这边生的哦，九月。就看看，到尾高头当哪个西莫啊西安，啊所以拢无咧结婚，这是迷信。不过即摆已经拍破这个迷信啊，走未开始。所以走未第一一趟，唔是干呐做红姑来过关哦，来食一款甲结婚婚姻会有关的一款的年菇。啊，这个年菇做了一粒，干呐老母的一脸吼，一脸呢捧一粒，你捌看无？迄面骨有无？有无？迄就是欢笑 fertility 的记号。唔，若要当月时，唔嘛，十月份就开始，娶新妇拢会生，啊，卖生仔囝，拢生后生上好。就是有咧，有哪有一款的期待，才安尼先做。后来三界讲就是这個。当然，因为唔知这个地球的这个啊，地球物理啊，还是这个天文啊，科学的天文啊。跟他怎样讲清楚？所以从日头，从太阳的迄个地顶端的日头，都把它当作阴阳，都是神啊！啊，即是太阳，叫做太阳神分。天神的目睭是三位，哦，三目睭正啊，三位啊。啊，人伫下骹三位有拢妖精，哈哈，妖精。天神的目睭拢三位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太阳神分。哦，你看这个太阳神分三位目睭啊，这是花莲。红包牛牛牛去问啊，来个鬼鬼牛，因为是心理观念的观念，女性的目睭无三位，这太阴牛牛啊，来问题就已经出来，当然咱宗教观无健康比较的出现，为什么？鬼牛是地球的卫星，暗时咱看得到啊，有这个盈亏啊，会大会散啊，这三是鬼来意。啊，十五就等于，啊，所以当人家当作女性来打扮，太阳把当作阳性，叫太阳神君，啊，太阴娘娘，真嗨，跟人斗只阿婆才食饭，世间哪出阿婆，出阿婆吼，俗不灵，永远都袂使斗阵哦。太阳神君甲太阳娘娘当当世界大只来，两粒星球相碰在内底，啊，好加载，都永远都袂相打。啊，所以世界变化就，后来要个一个课题，咱叫一本就是对日本来的咱的学问。日本的太阳神，查甫啊查某，阿妈提拉是阿弥陀佛，查某呢，特别怪，那个台湾变查甫呢，问题就是你家文化无同款，神的性别也无同款，到底是真还是假？吼，咱对这个当分别出来哈。安尼，予咱做一个了解。不过台湾人要不信太阳神君、太阴娘娘真害啊，来不过。台湾人拜雷公、拜风神、拜四那婆、拜巫师。来，这身就是雷公，伊个嘴、眼角嘴、眼角吧，鬼面啦吼。也波头就擦啊，波头观察啊吼，这就是赤雷啦，爱关照，然后会过气啦，眼角卡。因为咱所听的迄个烧肉店，大气层烧肉店拢伫空中，这个动作些雷公照得飞，啊，后来这身是风的神，这个机啊，袂使乌白油，乌白油咧到底吼，台湾就做红来，啊，这叫做风神加雷公，有影无影，当然无影啦，这相像啦，把动作神话，我来了解就好。后来啊，雷公咧。近视一千多，啊，天公叫伊来管歹人，
啊，拢无听话，电讲拢讲死好啦，电讲头壳足疼。上你一个帽，来，你甲看，你讲说。啊，这个帽叫做四马步哦，手提在那行。伊讲你若要喊的吼，你嘛较拜托。即个互你更差，你借较紧嘞。专门讲歹人，唔通讲好人，你无遐做嘞。一千步，我阁无目镜通看。那今仔日为止，要不咧讲死好人，歹人拢讲唔死哦。所以天公也要拍下去，即雷公说啊，雷公说啊，变两个镜。那再甲咱讲一下，咱吼，咱即台湾的妇女足惊肥，足惊火火，哦，拢讲瘦瘦也较水。拢咧减肥，我来讲，台湾的女性无真瘦，大家来肥肥，肥到腹肚来跑出来才神奇。所以吼，这女士呐，宝宝唔免烦恼，会做神，做神，那就快乐啊！啊，这唔免烦恼，来安尼叫福气，代表福气啦。这神奇巫师提这个火把，伊来乌白休水吼，台湾火就落袂停啦。这风神巫师围攻电脑，拢总咧打，哦，这大气不利。拢把心计化，到底是真还是假？吼，咱去判断就好。吼，来，各位，这影响台湾的政治态度真大哦。这个有哪个台湾的历史足密切关的？登山过台湾，伊的功劳足大。妈祖婆啦，叫做天上圣母，妈祖婆。伊的边啊，一个千里眼，一个顺风耳。证明妈祖婆耳孔重，佮目睭近视啦。所以伊若耳孔无重，毋免千里眼斗听；伊若目睭足近咧，看千里都毋免千里眼斗看，佮无无眼镜。所以妈祖婆那毋是专业个神嘛。但是今仔日妈祖煞成做台湾人的一个信仰上顶，哦，代表伊一个，伊一个，伊一個一个好个信仰。不过哦，我甲你讲一下。这个神拢对中国来无唔对，来到台湾吃台湾米，啊，饮台湾水拢台湾好。即下妈做一定无伫台湾吃，得救苦救难嘞。咱拢坐船吃米嘞，伊煞无通要做嘞，你能还的，台湾能给他发的。千里眼是哪位？今仔日手提两粒金元宝，代表什么？妈做一定变作财神嘛。我叫你去看吼，如果你若是我学袂好，我叫你看两间庙，板桥的妈祖庙，千里眼是龙尼，手提金元宝，代表妈祖是财神嘛。西丽妈祖庙福安宫的千里眼是龙尼，提金元宝，所以拢从台湾来的，全拢台湾话。所以这款新年对中国来讲，食台湾米，饮台湾水，拢台湾话，甲中国无关的啊。所以我常常在讲宣布啊，中国妈祖保护中国人，发扬飞弹要来威胁台湾人。台湾妈祖保护台湾人来，哦，发力建国，呵呵，无敢夸错，无敢夸，无敢夸。啊，所以妈祖是讲讲先，无敢夸嘛，啊，来不贵啊，但有拜妈祖不？妈祖婆是交通安全的古早时代的海洋的女神的守护神，台湾地以西医要来进前，啊，台湾有躯体西医来台湾就是叫做回阴前，1855才有正式妈医生的西医，迄个时靠什么？靠汉医，汉医的头人也是一个神啊，祖师就是保生大帝叫做大德公。所以妈祖庙大德公跟台湾第一节跟这个有关的，这就是大德公啦，大德公啊，啊大德公点用咱医好后，煞变作医生神啦，卫生师叫叫的神就是伫遮，来台湾地咧保护台湾人开垦身体健康。所以这个大德公庙拢有签，有签名做南科、陆科、修吉科，唔相信你去大德公庙找有签，日本有一个学者研究有签的博士学位哦。你去查看，有枪有枪，打诶有枪，去甲抽骨食袂死诶，保证食袂死。打丢的靠地底，吼，可能对消化有哪袂歹，啊，食袂死。好，各位，台湾是一个海岛，海岛都拢靠赛船啊。古早时代，每个普罗皮来，一个机器船，拢靠帆船。
啊，潭船若顺风吼，登山过台湾足紧的啊。啊，若无顺风的，到遮来一礼拜就带台湾个关谷落的花嘛。所以公众来拜国的最先尊王啦。第一个是三界观的第三个，叫做下雾。下雾哦，尧舜禹就是三界观，我拄只有讲过。下雾就是水观的第一个。所以四个拢水鬼，五祖师、柯源、王勃。啊！甲水中食烧水、酒醉，啊，看水中一两过，啊，压落去咧火火，再落去死，迄个离别，啊，所以死的水鬼，一个三界观，安尼叫做五水神，特海人来拜水神是吧？这古代妈祖有一点，哦，恁去查，台南的啦、罗岗的，一点五水神是吧？来个鬼，台湾那是海岛，掠鱼的人特别多啊，因为这。好海就是一个真要紧的经济生、经济来源、经济生活。啊，好海人所掠的鱼啦、虾啦、各种的鱼啊，迄种海鲜王的饼啊呢？啊，所以你食海鲜王饼啊，食了了，海鲜王面拢乌，东西人拜海鲜王，绝对受气啊！所以好海人爱拜海鲜王，哦，拜到尾了，你饼啊一块好掠，我就袂当生活。啊，若是海人是将军级的将。跑不成一块，一块的，一块的上重点的啊！哦，啊，我按整个人是中重，中重点的啊，那有规定的，所以台湾人一点拜四海的话，啊，这是台湾习惯，这个海岛文化有关的啦。二，台湾人足侪生意人爱拜关公，这个关帝呀，关公三分钟台人拢在拜，道教叫做关圣帝君。民间信仰叫做关帝啦，佛教叫做伽那呀，伽那拢是观世音菩萨，一个伟德，一个伽那也做伙，啊，文殊金龙也是各土地的称呼，三宝拢在拜。搁一个元灯夫人的叫文殊公，文殊公第一个就是关公，啊，所以关公作用足地足，即地方地位即叫做关帝啦。关帝伊带来的势力足大。大到新田路，大到有一个乡，台南的附近，哦，即摆新台南市哦，已经变作区啊啦，哦，官庙区了哦，官庙，即摆叫做新丰区，这个官庙就是官地庙的一间庙来做一个所在。啊，古早时代哦，庙到位，一样那足好听的啦，有一间庙到位是官庙的，啊，写一个台南基督庙到位，官地庙到位。啊！这基督徒拢安尼怪怪咧，啊！这啊，这个教会啊，这官地有教会啊，啊，所以一直在建议，然后改做新风啊，啊，太祖爷经啊，足侪所在名拢做啊，啊，像讲这个天后妈经是妈祖经的名，啊，香港就叫妈祖妈经二，啊，这个二门嘛是一个一间庙名，真济，啊，我康熙的孙老所在以山那一段。就是南阿边附近一个叫三奶馆，也是一间庙尔，一顶尔哦。所以关帝就是生理人啊，生理人的守护神，伊讲真，伊咧理性，不对。脚踏浮船，这就是北极连天上帝，或者偏安足济庙，哦，偏安的庙，连天上帝，惊准人，有哪标定迄个北极星，哦，啊，伊也七星人，一个看到咱讲是辟邪的神。当地法师特别爱这个北极现象上，啊，其实伊个故事足济啦，卡达乌爪，乌个发音，那用福州个就是鬼，哦，卡达鬼，啊，爪，单位发音是蛇，哦，啊，伊只正卡达蛇，倒卡达鬼，辟邪个神啦，哦，也七千条，所以上帝讲是乌爪，这个故事真出名，哦，不过这吼，讲给囡仔听爱说明啦，那无吼。会影响传播意识啦，会反效果。哦，明仔等下收刀了后，等下长刀刀，就会变作乌精蛇精的。啊，后壁安尼用这一条，伊讲我收刀要去上天出职啦。啊，我在生哦，胎低，猪肉食伤济，要来去玉皇上帝遐吼，安尼规身躯袂清气上，啊，用这一条化伊等下刀，啊，摕起起来剁伫剁用脚卡，无是阮人。得到连等下多都得到，等变作蛇精，啊胃变作骨精，啊，啊所以底下咧食啦。我来讲，看咧故事讲新话啦，无影无食啦。
灯仔会变作蛇精，啊，尾也会变作牛精，啊，迄是人家做出来，就是这个撇舌的心，就是这个。台湾民间信仰上歹的一项，就是有蝶舞，蝶舞神格伊内底，即身就是蝶舞神格，赵本公。平时哦，必须照看。你但是有人看你有骂人，讲歹话，心不做好哦，啊是啊，当时有冤家哦，我来跟你算数哦，一年的总算数日子，就是十二月当时啊，二四上旬来烧新的大饼。啊，他说这福建人来冤家烧呢吼，往往会讲出小富哦，讲你来搞冤哦，赵公公三日就七六天呢。你赵公公三日打小报告一次，你也敢乌白话完哦？啊，正式的上帝失职，赵刚在乌白的歌还是乌鱼啊？啊，我食一个甜的，上帝赵好的就是早日会继续。神啊上赵，神拢上了了，才会使千吨啦、扫波打啦、啊敲椅啊、刀啊啦，拢会刷着、当着、冲着、弯着，拢会啊，无神啊。啊，甲插红春花啦，准备过年啦。但是只有十几个尔，到底正月初四，这个照片就好了啦。啊，所以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到饱，初四神落天就是一个来啊。啊，这个赵公公的造型就是文殊公的造型啦。普通时间这个造叫做赵公公安尼来，秘密造开干起人的行为。所以这个宗教健康不健康？你才看得出来，无健康的宗教叫教不行啦，就是这个啦。好，后来当然，王拜王爷拜足济，但系王爷就偏王足济，西人拜的那也足济。王爷率先是大天顺受，那是时候有官加官，有富加富，一无点数的关系啊。但是台湾是一个报告，当地发起来讲，伊唔爱流亡啊，伊要带台湾，啊，就甲起庙嘞，啊，是王爷庙一大堆，哦，上出名王爷庙，当干文王王爷庙，哦，啊，什么贤王爷，这个家庭的啦，有啦吼，啊，西德啊，十二文王庙啦，所以有王爷，那甲最有关的王爷庙，三年一遍做酒，拢爱烧王尊，就是这王爷做人，目睭拢看我咧吃饭，代表讲，伊唔是神将士。伊是非自然的死法 ，unnatural death。哦，啊，所以脚踏两只狮子仔，庙里闹出来的神明就是王爷。王爷有360种遐尼个侪，红水手的、白水手的、乌水手的，他们拢报纸的，哦，哦，拢迄些的。啊，我要惊死，有100神以上的王爷。哦，所以你若看王爷，王爷咧叫做大天父，为甚物伊大天顺受？迄习俗哦，有官加官，有富加富，哈哈，伊食粗哦，加到最大，还加大家最大，所以古早时代嘛，瘟疫来上，是来上这個，来，这是王爷的作用。啊，现在我介绍唔对，也是王爷分唔对啦，都叫咧叫做单线公啦，吼，啊，单线公，啊，就是端的尊王，哦，足分分为信用的一个，这个也是吼，各位。我那是欧阳啦，伊是歪死的嘛。后来个鬼就是迁居做书，漳州人的事。所以我嘛在研究这个宗教史，包括这间迁居做书的是清朝时代起，我马上甲断定说，哎，这个所在就是安德人。安德人有两款的专长，西方人安德人做到，正德人安德人做到，所以李尊先是安德人。台湾第一就是拢李承信引进，所以是台湾第一之父啊，所以这是安家啦。有安家人的主要一点拜金地多数，这个族群分离信仰，海西台湾人的团结，所以这点吼，咱应该爱注意。你信仰的宗教，较会晓有迄个信仰共同体意啊。啊，若是族群分离信仰，我泉州人拜泉州的神，你啊，你漳州拜漳州的，客人拜客人。一旦发生利害冲突，对冤家对烧台，这个讲过啊。来，各位，这台吼，都讲迄个也是，都讲迄个是文神吼，叫做连安保义大夫哦，保义尊王啊，迄两身，这身也是庄稼人的身，
梁山寺的观音，为什么在我这个闽南宗教观音，因为有一个镜，有点眼开光，不搞不安心做。闽南信仰观音，有梁山寺的所在，一定是漳州人的主了。来，不过漳州人的所在在台江县哦，台湾的桃园，哦，台北来哦，啊，树林，台北市的树林，基山人，拢是漳州人的主了。就是拜一身做功夫类的吼，啊，我有这个冤家小代志哦，来去过。客人就特别是对潮州来先，三山国王、边山、独山、依山，这个地标咧，哦，标咧是，啊，标咧是边山、独山、依山。冰岛的潮州，这个名完全是甲登山的潮州拢同的。伊那有一间三山国王庙，啊，客人的小品。一个身就是移民啊，吼，不过，这是台湾出现的客家族群上要紧的一个北部的一个小片。1951年到1953年，台湾有一个革命运动，林松文革命运动，他是使用台湾的国民建国。后来，这是台湾1950年上大的革命运动，林松文的革命运动。啊，即摆政府拢在讲林松文支援，这唔对。霍匡安就是王主，清乾隆的小弟，带10万大军，利用2-3年的时间，陆续10万来到台湾，来定人。迄个时阵，客人帮咱划分，这四个人就来统治移民哦，普通移民。所以14大征，即摆进步到12大征，每10万年哦，每10万年有一征，哦，就来轮流一征。做一个大祭奠拜移民呀，所以你若爱看这个祭奠，请恁7月20日，每年的7月20日，客真拢一尊轮轮，家家户户来滴，非常闹热。所以这个客家族群，伊当然是算讲相当团结的一个族群啊。来，这是职业的修学前，罗班公加罗班夫人，叫做卡显神师，他卡显神师夫人啊，伊的造型就是安尼。好，后来卡显神师是六朝建筑师傅的修行，这是土水师傅的修行，这个荷叶神师第一顶荷叶，这是师的修。荷叶神师是土木当年的修行啊，我请您来记得安好，对不对？这是梅兰芳啊，月下老人是台南市区的啊，即马。月下老人讲台北也有啦吼，啊，有恁去注意吼。啊，其实即摆吼，青年人唔免做媒人啊啦，拢家己乱来，啊，乱来真紧，啊，离婚也足紧，这是一个台湾社会问题啦吼。啊，台湾人真可爱，拜媒人公啊，啊，因为伊做媒人成功，所以甲沾灰，这是沾灰到这个北下啊，这是土地公哦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即些。什么人？不是土地公，这台湾足特别足特别是，恁先两先先看，那个做阵，给您再来，好嘞。一个换水缸，一个提压水的嘛。啊，这是查某的，这个一回头，请见中，各位老第一张，好来，这请回家婆查婆也是一回。这是保留家务，这叫做回光回报。当然，结婚嘛，未生来找，爱拜回光回报，再会。啊，若讲生查仔囝，要生后生，那爱找叫做换道，再会换道的仪式，爱找回光回报，特别祝生年年有金币。啊，这实在很上个，我们知影讲，当然要拜这啊，回光回报。我即马即两生几多伊啊？你来去台南市开分公，黄头底去啦，所以台南足难来，哈哈。黄底去，不过即马新的无遮水哦。好，回光再会，回无阿水来。即马再会成功，哦，还是叫伊祝生查甫查某祝生牛牛，就是即些啊，祝生牛牛。夜家多情，灯在三宝行，汤一个，这叫做。靠蛋还是腰蛋，家己那先生做啦。这两个就是左三叔了，啊，就是伊的左手，啊，正注意
祝生年年，这外药品的，他的包人达丁流拢一些，可见当然，外注重原著所讲一句话，不好忧伤，无好期待。开始这就是叫你的目的拢爱生后生，这这读四书五本都无路用嘞。哦，不好忧伤，无好期待，有死无死嘛，我无要紧嘛，都爱听。哦，这样呢，我即摆咧生了吼，有诶囝咧从老爸开代志，老母开代志，嘛拢有啊。哦，所以这两个真特别的时刻。好，祝生年有福气。一生就是保家，保家都有十二生，但要囡仔出世，伊要过一年啦，啊，一月一月过个十二年。不过一生也特别，恁注意看，这个保家，保一个婴仔咧食奶。啊！你食恁一手都无练，所以这款的雕刻，算是有出现台湾人的传统，传统的老母就是这么一代。所以吼，即摆囡仔，那牛脾气一大堆，就是拢食牛奶挂，拢无食老母奶，那有食老母奶。我有当时学生讲，讲恁吼，恁一辈拢是食牛奶挂，你无真正挂一粒 carnation 哦，无够，也爱去加挂一粒，一粒送给牛妈妈。一日才送给恁妈妈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，吼，后来做成思科学的问题啦，哈，哦，这里波加洛啊，波加洛，啊，所以开始叫做加加洛，煞变成焦洛，迄老文山你问者，啊，现在焦洛，这唔对嘞，唔是焦来焦，是加波加加加洛，十二波加，台湾只有三十波加，过三年波加，好，后来。福音人福音，甲你生产来靠这三者叫做三奶福音啦。单奶、林奶、伊奶，单奶就是单前高啦，林奶就是妈祖，林的牛啦。这妈祖，原始的妈祖生的是三奶福音之一啦，叫伊奶，较无名。安泰安善的神就是三奶福音。好，那当然嘛，就是靠这来保平安。应该即马医学发达哦。个维生素来做一套，提我这包装就去教育大家啦，就来维生素这病医来看啦，唔通信这啦，安尼较对。来，好心生出来爱做一些叫做分花同子，哦，分花同子，分一粒花，互你生好心。这是对迄个台北市大仁波保安间。祝生年年头前就是采一生者，唔相信你去看，吼、哦，你来看卖啊，这分花同子，你话你生后生的是，一生啊生的出来后边要一生，你注意看，拢生后生哦，哈、啊，这叫上惊生，你注意看伊手提着竹啊，网子，惊的这子，这是一个铁钉哦，你有看，这提一个钉。铁的钉吼，即看无啥有铁钉，开铁钉，强逼换一个囝入去老母的子宫，强逼你生后生别再生查囝哦，啊，的意思啦，叫上惊生，啊，上惊生，一生嘛生袂出吼，来十万公公都信耶稣，宗教改变怪大爱生后生啊哩，其实基督教嘛无叫人来一定来生后生，这个世间哦，那拢。生后生真歹大呢，啊，真歹大，我经营就做歹大，就是关键。啊，若生，咱生查某嘛无好，嘛毋是真理想。来有查甫有查某哦，啊，咱才有老爸，咱才有老母，咱才有兄弟，才有姊妹，这个世间才有水。啊，然后千分一些些唔对，所以讲这个老兄哥，我讲啊，一生心肝苦什么，这是信仰问题啦。你若无信就无代志啦，你但若信了到底吼。他把几条路要破了，哦，但爱可爱的台湾的教育就拢改观，对，上加生，啊，囡仔生出来来课程，七牛嘛，七七牛牛七牛嘛，你过囡仔，你出世过个十六岁，这个爱拜七牛嘛，啊，这是台湾人的一个礼俗，我咱自己的礼俗来个了解，从哪里知道？对，来，啊，囡仔大了要读书，考会到来读一些。分枪对分啦，啊，圣经吼，台湾人足少，若是中学的联考，台专联考难到吼，迄准考前吼，拢赢伊个啦，哦，啊，囥
规大堆，安尼无代志，个菜头铺红纸，放规大堆，安尼无代志，放青菜去铺红纸，啊，青菜放无够，个菜啊去铺红纸，菜啊代表嗯，我见较聪明个啦，啊，青菜用青青白色啦，啊，菜头代表好菜头啦，即个囡仔逐日在去网咖咧拍，咧拍电动玩具吼，啊，伊若无读册，无较早啦，文章底阁读得较好滴啦。啊、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文章底就是先下个心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台湾人吼足侪心硬的吼，不过我王爷不是真、這個，我只是我王爷，真侪讲侪，不只也是王爷啦吼，329百外事，二王爷做言，不过吼，王爷就一定是先叫中华元帅太祖爷。所以东西南北五爷中间上高就是太子爷，所以咱地方内底无平安哦。来调文爷，咱只有研究中国文爷调了，来调武爷，但是武爷在发书哦，更加卡直接去发书，啪啪，就开始念咒，一声连甲鸟呼鸟呼噜，拜请东爷滚，东爷走，东爷地方9900或者8000。人人头皮金粉，心情甲飞云走雨到山前，心顶吉吉如念，就是咧请请坐，请坐。哦，吊五爷吼，啊二声哦，吊吊哦哦两声，连个闹混混拜下当爷君，就继续安尼一直请。吊人吊爷吊了啊，最后顶那边啊就客官，你不听？动了客官哦，客官哦。诶，台湾人哦，用佚佗咧求平安吼，我甲你讲啦，你环保做较好咧，啊，政府靠财政部长、经济部长吼、内政部长，靠资金个啦，台湾就平安啦，吼，信什么命运，迄拢无路用啦，啊，互你命底偌好吼，啊，摕一本护照拢无路用啦，你若歹命人一个啦，哦，无较纸啦，好命歹命是看迄个国，真正有国家啊无啦。像咱酒宴兄弟带一本，摕一本的护照，迄好命啦。啊，咱这伫太平洋拢歹命啦，你我摕，看你偌好命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哦，太注意啊，各位。钓哦，办哪样是？因为即马袂使学袂到，偏哦拢有听后边哦。啊，即、這个为着规章建设问题，正集中做伙。暗色的代表南洋，南方饼店会上啊。啊，绿色的代表东，哦，啊，东洋属于绿色啊，东方甲一方属绿，中央无基础属黄，西方天生金属白，北方人归水属黄。哦，我吼，我若卖做老师，卖做教授吼，我会使做新军啦。啊，你看风水啊，是咩迄种方面呀？会报喜，但是咱吼。不会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我不干，啊，所以这样，这就是我赢哈，我赢。我有一套，你有一套，对，我知呀。你等我，我们先拿我，先拿我，我拿我。不要，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各位，各位，我赢，各位，李林清。我来兴隆，兴隆分做多户酒馆，搁一个兴隆水鬼啊，四季甲风做兴隆，叫下海兴隆。啊，这唔免说明，因为时间都要到吼，所以我讲较紧。兴隆要过，新化县，这是第一分局的局长七爷啊，陈必来；第二分局局长环保局下面迄个七爷八爷，北郊将一定有吼，七爷八爷这两个上要紧。下面那张，过过过，来背呀，背下呀，哦，这种安尼大钱人啊，你用那个上用了，来过过，这条背下了，这第二分局局长，来过过，这是阴间地府的元帅，东岳大帝，一官十殿阎罗十八地界。喂喂。
部门。OK， 对呀、啊。哦，这是一般十定阎罗王，就是这个做天殿天宫的官啊，中央一个一个，一个就是上方的官啊，啊下面就是甲甲底下的官，哦更贵。下面搁一张，搁一张就是阎罗王的啊。好，下面 OK， 这是十仙，这是冰冻鱼的十仙阎罗王。后面这是地界的巨主地藏王菩萨，伊发愿地狱不可能，誓不成佛。好，搁过。丹净哥，哦，这修妖，哦，来丹净哥的造型，搁过。这拜堂的骨头当归锁，哦，因为。咱时间在要到看去吼，万全当归，即真侪名，金刀公、婆婆公、老夫、强盗，人四个名下面，有即甲即灵魂的关系有关的，三门七别吼，各位，当归的装扮，正面迄庙口吼，一对狮，倒边一定是当，正面一定是母，吼，恁注意看，啊，内面一定有好人，各位，即好人，有拜托你讲。一定好呀，好呀！我们这里标，伫这段上路的啊，啊啦，身价较大神就放边啊，吼，都过过。地公啊，地公，后来过过。羊啊，后来过过。后来拜佛，拜佛，后来过过。拜地啊，恰观光恰方便，后来过过。拜教，动物的崇拜，动物拜人工，后来过过。拜蛇，蛇头发色，都贵。拜鲤鱼，即是动物崇拜，都贵。拜石头，哦，石头都个性，唔啊，即唔石头，即台北市的，好，都贵。拜钱啊，安平钱啊，公谢谢长啊，哦，拜大灯，拜酒肉拢有，都贵。即团结神，团购，即历史上创的人物，行为甲历史化，就是团购，都贵。好去好去八卦做书，这种行为经分哦，哦各鬼，新郎哦新郎各鬼，五帝好去新郎五帝拢拜了了，尧舜禹就是三界公，文王武王周公几国主这姓宋名谁那里拜各鬼，土地公土地婆，这比台湾人口较济，哦台湾土地公土地婆，这个是偏多，厝的土地公叫做第一主。厝内要拜一仙，做生意仙，哦，初二十啊，迄个一间厝就两仙啊，啊，两仙就四仙啊，因为两个土地婆咧甲伊做伴嘛。每一间房啊，边就一间土地婆，毛土地婆，带人外地房地啊，哦，啊，参到参过土地公，有哪边有哪块土地公，啊咧安排这是算算哦，土地公比台湾人较较济。啊，上房价，初二十啊，拢拜门口。拜到钱，最后一个的拜托提供叫做买月，头年前面这是买月，三二月十啊，啊，叫做买月。啊，买月，头家请新罗，迄个家头吼嘛，五新罗伊就开始啊。哇，你做头家，就是讲你要无头路啊，唔请你啊。这就是拜托提供的对象啊。来，这托提供庙啊，这个托提供这较少啊，位阶较少啊。来，啊这。宜兰私立宜兰白衣，啊，拜托你讲，以公以婆，咱才有对宜兰来个。唔相信你去看，哦，就是有这個，好，各位，连白衣都拜托你讲，这是个礼拜堂的托你讲，屏东来波，咱才有对来波来，来波教育一家啊，啊，所以托你讲，甲耶稣是好朋友，好厝边，啊，拢袂冤家，好。这中鬼啊，不要中鬼拜中鬼，各位。崇德圣人做己先生，各位。后来拜小说的角色的祭公，这种迷信啊，来各位。拜高德天外交人咧拜，伊也七十二遍，来各位。拜地八界咧真害，从化经所咧拜的修好神。你看到这的应灾，讲民间信仰无健康的所在，就是这样。台湾人讲无健康的宗教包围哦，怕咱变阿出道的。这拜哦拜拜这个两朝呢，拜第八届，
即身对立面，伊搬球场，啊，伊上方球一身起来一身坐咧。古早时代拜托拜这猪八戒，都唔当个叫猪八戒，叫做修修爷。来两毛，修修爷，修修爷，他交交明朝了，保庇大帝来进条。来公公之公公，要到故乡翁，暗无家庭，告别免听，地母免当听，无囝，地多你就吃饱听。警察那边出点硬性的，只剩那两台心。到一天，那两台心也关门。这个在叫弄两人啊，好。啊，这个啊，吃了，恁注意看，白大红乌最少，一个红乌，一个圣诞，无穿衫，无穿裤，后壁吃一块零。啊，确定你去看后壁，吃一块零。哦，我为着要去一身哦，了一支烟，不是一包哦。因为当时咧，翕一张相的时，白色恐怖的时代，大家惊到要死。哎，一个相机去庙里乌白访问，哦，这是放假报道的亲身经历的。第一遍去唔知话，第二遍去妖异的，一间讲寡看，我唔知话。第三遍去吼，咁多咧，我生了一分啦。啊，就开始我唔是啦，我是一个研究机构，啊，讲你哪有这款的心，甲搞到，因为是报道的。乌队到头，黄牙去得倒关门，一身牙来行，伊若转来，你搁了倒转来，啊，哪呢？这什么名？讲这夹头牙，夹头，连夹头都有小学生，就说夹头牙啦。哦，你后壁叫什么？民间信用五拜高登天，伊就去保教牙；拜一八百，伊就去分油、探红油钱。哦，啊，夹头牙，伊就没有警察厉害啦，来甲咱处置，啊，你请假就死。这块的宗教信仰逐渐不健康，很不健康。好，爱钱的拜财神爷，哦，无了金元宝了，他把手来摕，啊，财神爷，好，各位，聊天顶摕一支乌一手钱，哈，这聊天顶，这我离我十三公里，我大遐吼聊天顶，即马进步发达，乌珠冲锋枪啊！这对聊天顶一个出发点就聊天顶唔爱赢对钱，变拢在角头硬币乌白来啦吼。做聊天顶，有拜聊天顶，有拜阿神山，我看看来下面，哦阿神山，三个七角，那做了什么信息呢？啊电视呢，加插多两遍，大家都变质嘞。啊，这国民党都利用媒体啊，所以利用媒体来去把最大人心单来捉住伊啊，各位。拜蒋介石上无卫生啊！我对小公蒋介石是二八的元凶，台湾人咧个拜，好个歹啊！这个做正宗的，唔当拜官啊！哦，今日到读册，我书啊，当一当册一下。后来个鬼，三到五日，一间庙内面敢若拜神殿的，台湾民间信仰哦，后佛教的释迦牟尼者。哦，道教拢做拜只，哦，孔子讲拜只，三教拢做伙，但是怎来就无够看，只五教大道啊，下面这里看下尔，耶稣我无法会得拢一票，啊，下面一点，好、啊、来，这个庙三顶头三圣卖国，啊，一圣耶稣，第一份圣经，第一个圣经，一圣多主，耶稣代表基督教。老子代表佛教，释迦代表佛教，孔子代表儒教，即身正酒在阿拉伯讲，倒酒提古兰经代表伊斯兰教，哇，咱东非教伊斯兰教，哦，台湾足厉害，哦，我到台湾咧，只要有我保平安条件是庄真来啦，庄真来，我即款耶稣无啥钱咧哈。哦，因为是圣人，不是基督教所讲救世主耶稣，所以这是一个证明。台湾人的包容性足大，但是包容性低过多，变作犯贱。哦，这个问题咱也需要思考。政治嘛是感觉，哦，我咧讲到咧有时间无乱，好，马上到外来外来，干，到尾一张票无钱搞单嘞，啊嘛，规个拢都去，一个真假。在五千块呢，拢总行的。啊，所以这问题就是咱人的真大重点。这叫做无理性，无理性，别解。啊，咱若要做一个心态人，保持健康，
咱唔啊伫遮安尼三教互相学习来受教育，吾啊来教育咱的子弟，来各位。耶稣伫遮，耶稣徛咧，教伊耶稣，即最后一天你看下，看教伊耶稣，哦，坐咧啊，身徛咧耶稣，伫圣经第二节，啊，即最后一天吼，对，哦，坐咧耶稣，所以耶稣足侪庙拢去拜安尼，啊，耶稣甲下人尊公求天天路，拢是好朋友啊，哦，即是宗教大纲是袂歹啦，但是。宗教大纲主义所扭曲各种宗教的精神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后来我来做两项的批评啊。你所看这个修行，拢对中国来较济，台湾的较少。这无形中，予台湾人有一个错觉，就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错误。就是讲，我们学龙于谁啦？吼啊，哎，咱的迄个就是伊啊，啊，不是要提钱去予因发起个进修，却忘了我自己。就是讲台湾的。台湾就是台湾，中国就是中国。台湾猫做是要破台湾建国，中国猫做是破中国人政治弊端，把它比较，不要安心很对。啊，所以这点真害。第二项，台湾人对待这些人，都天公，敢乱来以外，唔敢乱来以外，剩下拢真随便。啊，你若别人别想，我都拜佛先啊。哦，人变做主人，心灵变做魔障。啊，这叫做道德行书，不健康。啊、所以放假给咱看，这有应用咱的政治大波无？有哦，有哦，民党上高利用标啊，这些条啊，他奈何，大家马龙中通通都都笑笑，龙中啊，给咱那里开民主化，你把一些内容特别新啊，那我给他新开，那我给他民主化、啊。所以这个问题，我是要放给咱去想，啊，给咱自己的选择，包括规定 yes or no 啊，做一个规划安排。所以多谢大家今来啦，咱时间都都把咱过好当过吼，啊，下面的时间真歹势吼，下面的这个讲师有较有解无？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好，今日，今日，今日，多谢。啊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，四十分。三个四十啊，主持起来了哈。来啊，这边先，这边先来。呀，哎，有一天可以到。I think that's a good one.
我来，我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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